我们需要赞达拉的舰队。 联盟可不会慢慢等我们把舰队筹备好才来攻击，我们需要赞达拉的力量。你想做什么？ 谢谢你赶来，勇士。祖达萨还在努力抵抗联盟的攻击，我的族人信心已经动摇，而我也是。我也深知丧父之痛。如果有我能帮助的地方，请务必跟我说。你们既然已经亲眼看到联盟的种种恶行，不如就化悲愤为力量，向他们复仇吧。纳萨诺斯。 现在还不是提复仇的时候。够了，大酋长已经到了。对我忠心耿耿，就会得到奖赏。所有人迟早都会向你致上我的哀悼，公主。哦，是塔兰基女王才对。 头衔对我来说没有意义，我要知道的是，现在赞达拉没有了海军，部落会不会遗弃我们？我们绝对不会背叛盟友的，塔兰基。虽然战争的情势确实不如我们预料，但我们的目标不曾动摇。女王，各地的哨站都传来战报，联盟正在步步进逼，他们现在已经胜利在望了。 或许我们可以展开谈判。联盟杀了赞达拉人的领袖，你还跟我说什么谈判？不，这场战争只有我们获胜才叫结束。我要那头小狮子，在我面前俯首称臣。到女妖之豪上找我，我有个计划。 崭新的未来在等待着部落。艾泽拉斯，希瓦纳斯，告诉我，你这到底是在发什么疯啊？德瑞克·普劳德摩尔是库尔提拉斯人的英雄，他们要是知道发生什么事。 一定会来救他。等到德瑞克的心智做好调整，我们就可以让普劳德摩尔家的人和他们久违的亲人相聚，然后看他把这些人全都杀了。这太过分了！我们难道要一再抛弃自己的荣誉感吗？ 等着我们的只有胜利或死亡，贝恩。不过能号令死亡的可是我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普劳德摩尔大人。 我这是给你一个跟家人团聚的机会呢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啊！
服从大酋长的命令，一定要让赞达拉的舰队加入部落，绝对要办到。什么风把你给吹来？为了部落，永远不变。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赞达拉屹立不摇，我今森金之子，前任部落大酋长，请聆听我的请求，在此现身。阿兰基，你的声音坚定而沉稳。哦，莫金，老朋友，真的是你吗？贝恩，你的心跳强而有力，就像你的父亲。我很高兴那些恶魔没有把你夺走。希瓦纳斯带领我们击溃了燃烧军团，但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做了许多破坏部落团结、有损荣誉感的事。告诉我，当你听见罗雅的声音，要你指明他当大酋长，是哪个神灵说的？啊，年轻的朋友，死亡如此黑暗，我的记忆也已经不如从前了。是博昂萨姆蒂吗？是因为他渴望更多死亡吗？那些记忆像暗影，让我无法再想起。暗影，他们要来攻击你们了，小心！是个黑暗的时期，自胜。我这一生都在指导大酋长，愿先祖保佑你。灵魂从未歇息，这是个黑暗的时期。那天情况
不太对劲。那些恶魔，他们突破了我的守卫。感觉就像罗雅都抛弃了我。现在也是这样，我听不到勇士，我听不到罗雅的声音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已经呼唤博昂萨姆蒂很久了，他听不到我的声音，也有可能是他不想听。我训练暗毛食人妖已经好几个世代了，祖灵与你永在。暗毛绝不放弃，我今有什么可以帮你？我记得临死的时候，也记得自己已经看到了笔记。见到博昂萨姆蒂，或许沙德拉、希尔雷克，任何一个罗雅。愿灵魂与你同在。暗毛，可是我看到的却是某个在暗影中移动的强大的东西。有人要你这死沉。那个东西把我带到某个地方，但我无法唤起那段记忆，他不让我说出真相。这是个黑暗的时期，
所以当初想让希瓦纳斯当上大酋长的不是罗雅，而是某个更强大的东西。愿灵魂与你同在。赞达拉永垂不朽，希望国王萨姆蒂。啊，你回来了，你找到沃金的灵魂了吗？还是想来谈个交易啊？死亡罗雅，你的仆人沃金呼唤过你，但你却不愿聆听他的请求。什么？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你错了，塔兰基。啊，快老实说，是你要沃金指名希瓦纳斯当大酋长吗？注意你的语气，牛脸人，否则你很快就会去见你父亲了。哎，我怎么会想让那个女妖之王掌权呢？我才不会呢。没错，我是喜欢战争和死亡，不过那个希瓦纳斯真的是太过火了。平衡很重要，而且他有个坏习惯，会把杀掉的人留下来。恶行不行，老国王萨姆蒂跟你们的大酋长合不来。你说的话真让人担忧啊。上前一步，部落的代表，或许有个办法能找到你要的答案。哼，你对死亡有什么要求？快走吧。时代不同了，赞达拉也必须改变。赞达拉屹立不摇。
妖王，我在死前听到的声音，要我让希瓦纳斯接任大酋长的是你吗？与妖之王的诡计威胁了世界的平衡，我可没有插手。我的灵魂被困在这个世界，也是因为你吗？我记你的灵魂从冥界去而复返，你已经改变了，远比你想象还深。你不是不死族，也没有受到诅咒，你不该来这里，马上离开吧。我可不喜欢这种情况，看来我们最好赶快走。立刻离开，或者永远留下，你自己选择。你好啊！你是来交易的吗？我会为无力自保的人挺身而战。祝你战无不胜，敌人的头骨都会是你的装饰品。女妖之王的爪牙，滚出这里，否则受死。国昂萨姆蒂的祭司来到我的殿堂，收尽一切。人不行的话，请跟我说吧。好吧，你和你的勇士可以上前，但是胆敢欺骗我，就会遭到毁灭。花儿奇女王，我的灵魂被送到彼界，又回到这里，这是你的安排吗？暗影猎手，你现在不只是普通的灵魂，连我都没办法把你变化成现在的样子。谁会有这种力量？是那个要我任命希瓦纳斯当大酋长的人吗？你受到了勇气之手的祝福，这个力量可不会为了区区凡人争权而出动。所以在我耳边低语的不是那个送我回来的人吗？我愿意说的就这么多了，赶快离开，永远别回来。
找孤单的老博昂萨姆蒂有什么事吗？再见，很快就会。沃金有什么可以帮你？不是巫妖王带我回来的，艾伊尔也说他没有这种力量。博昂萨姆蒂跟我们一样困惑，而且他们都不希望看到希瓦纳斯掌权。无论原因如何，他已经是部落的领袖，我会尽一切努力确保他的统治无所偏失。因为你的勇敢，赞达拉才有今天。塔兰基，你父亲太过沉溺于过去，梦想着不复存在的帝国盛世。你是第一个展望未来、脚踏实地思考食人妖该怎么做的人。你年轻又满怀正义，如果你需要前任大酋长的建议，就尽管呼唤我吧。现在我得继续寻找答案，要是暗影之中出现了新的敌人，那我就要去对付他们，不能让他们变成新的威胁。为了暗毛不足，